每月来临一次的生理期，虽然伴随着的是疲倦、经痛、不适，但撇除这些问题，其实透过生理期内的荷尔蒙变化，可让烧脂美颜成效更事半功倍。以后就利用这个女生专属的月经黄金周期，来轻松白治减肥丰胸的成果吧。女生专属月经黄金周期，月经最后两天及月经后的一周就是月经黄金周期，在此期间体内荷尔蒙波动会对脂肪燃烧、丰胸及护肤美颜有很大帮助，减肥、丰胸、美颜更事半功倍。一、减肥。经期后的第七至十四天是减肥瘦身的高峰期，由于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分泌旺盛，会更加快体内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的吸收和消耗。在这段期间做有氧运动，如游泳、踩单车、跑步，会更明显可见瘦身效果。二、丰胸。生理期时，卵巢会分泌促动型激素，这时多吃丰胸食物，例如萝卜、大豆、木瓜及马铃薯，可有显著的丰胸效果，配合按摩更能刺激乳房的脂肪囤积。三、美颜。趁着月经黄金周期的排毒时间，可以补充更多的蛋白质与加强补充水分，有利于排毒，让皮肤更显光滑水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